怪不得昨天去早市一直跺脚，这鞋也太薄了，这搁东北穿这鞋也不行啊。啊？是有点薄，但估计我爸我妈不能要我。没事，我去说。爷说，今天陪我去商市场逛一逛呀，我想买件衣服。行，你想买啥？一个亿买。啥时候去？现在行，我走了。行，走。这不是冷呀吗？晴晴，咱上哪儿买呀？哎呀，去了你就知道了。走吧。哎，有没有我姨能穿的？行。哎，你看，你给你看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有这样的小款，或者是这种的，这但是这相对来说这小款挺好看。这里边带名吗？对，有代码，看到没？带名的行。对，这小款是也行。你给我找行吧。行，稍等一下，我给你找。哎，你看，你看。坐等。哎呀，你试一试就行了。你那鞋子太单了，那都冻脚都。还好没事，特别舒服。你看这种鞋，看到没？特别软。这穿小不小？嗯，还行，不小不小。这是三八的哈。对对。你看穿上现在站起来试试。嗯。看看舒不舒服？哎，我看着穿着挺舒服。他家鞋还都挺好看哈，姐姐。样挺多。哎，姐，这个三八的还有没有别的款？有，相对来说还有这种马丁靴，这样穿上也挺好看，颜色也挺漂亮的。你可以让我一试一些。试试。你看你把这个。对，你站起来再感觉一下。哎，这也好。嗯，这也好看。嗯。咱俩不是这个。那咋不是这个了吗？还是用不结束。行，哎姐，那你帮我包一双这三八。行，那好嘞。姐，咱家有没有男款里边带名的鞋？有，那我给你选两款，你试试。爸，你感觉这个行不行？这个挺好。这鞋特别好看，舒服，可舒服了。行，那就直接穿着走吧。你等等，我去付。不用，别，你拉倒吧。不是，哎。我不。你要买衣服吗？哎呀，不买，我就是看你俩鞋太薄了，过来带你俩买鞋来了。来，我拿，我拎，我拎。走吧。行，那麻烦了姐。哎，那好嘞。哎，好，走了哥。好，来。这回脚是不是不冷了？啊，好冷。你家不冷了，爸爸？不冷了。小工程，走吧。好看吗？好看，看好不好看？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我感觉真挺好看。小粉色啊？咋样吧？行。行，眼光挺好。主要是人家里边不让拍，要不然想着记住你。好看吗？好看，真挺好看。那赶紧穿上呗。走吧，回吧。走，回家。这鞋要做啥呀，爸？啥待遇？叔叔，你怎么又买这么多呀？各种治疗了，这都。问题是还没吃完，你就又买一家，所以说咋也走不起。那还差什么猪？突然给你换了一家冰激凌。等过完年再走。过完年也走不了。这家可有那个吹的想吃，有啥样的？这位常住，不让走了。想起这一口来都不能走，这位不要。想想，今年在这过年吃啥吧。有，过年那个我哥我姨不走了，完我跟我叔俩配合给你们来做一道。一只小吊针。
请请，端菜了，行不行？行，快行，还行呢。肉就我爸买的，全是肉。我爱吃。那你俩一会儿，这不好录。啥不好录？我说这一块有点多余，我替他解。我的天哪！我这给你拿来了，完了会吃。你拉倒吧，你这。哎，行了。进出口嘴里边，你出这么累吗？今天小云，哎，赶紧帮你妈吃饭。好嘞。啊，受累了，大哥。今晚就吃上你的小米了。我爸就做三个菜，其他六个归功于叔卖的。对对对，那叫轮换，对，站着吃。好，站着吃。那你们站着吃，我坐着吃。我刚想问，不能坐着吃啊，今天。站着酱吃，不是让你站着吃饭。来一个，坐坐坐坐。好，叔您快先坐。爷，哎，坐坐坐爷。好了，来猪肉猪肉。叔，这个叫啥？这个。肚头，肚头，这有咬，这个，就是挺有嚼劲的，嚼劲，你说的嚼劲，嚼劲，东北有些方言，对，就是你说的嚼劲，嚼劲啊，整上啊，那我给你回回，你叫你回去，喝了呀，喝的那个。你讲的你那俩那个想的就没有600多。